Listen, boom to the back, 上后加的 trap， 张口出场，现在就用我的 soul 的这个 mic， 拿捏的这个 swag， 还带有意外，随后跟着这个节奏变化，这个 flow 就在这个 beat 里面，哎，强调好几遍，配合新的强调才能做到立体性。看看现在好多 rapper 都在各抒己见，就好像资本派还趴在入了套路里面，喝了酒精，慢慢上进，杀去猫，杀去。 我给你敲个节奏，积极激烈门，轻音激发到刺激，身上闪闪亮个飘逸舞。总有些看不上我的，等着我们那天火了见面，给老子头顶的发电。又瞧不起了这个那个，我听你的歌快废了，好吗？你的是个 rapper 有没？猎豹嘟嘟嘟嘟嘟嘟，敲麦上面嘟嘟嘟嘟的秒的，玩的 flow 真他妈搞笑，对手给傲，也吵到太过比较，跟群属我的别闹，还是快滚回学校。家的电影似乎你也觉得高级吗 ？Bro 唱了一堆，还是没有听清歌词。Oh my god， 我的开口总是的出奇的炸，就如同你一出场我就按了暂停，被结束的卡。我还没结束这个 bar， 节奏换着驾驭的这个 伴奏， 继续 let go， 看我握紧拳头打乱你的节奏，结束的 flow 需要多少都能关 go， whoa， 我的意志时刻进行无招的战斗准备，我的主场根本无人撼动，就是 heaven the way， 持续 get it get it， 翻天进行障碍扫对，加速走走走，我的战力就要耗尽 no no no， 要听听几分战力 oh oh oh， 这里听得有点麻痹，但是终究可以吊到那些人。